ちにつまずいた。ちょっと痛かった。ほら君が笑ってた。だったらもういいか。今天是期待已久做美容的日子，在结婚典礼宾果游戏中了美容招待券，真是超幸运的，这么一来等于把礼金都拿回来了。啊，那是松北老师，不知道松北老师是怎么了，看起来心情好像很好。哎，应该是又有人约他去联谊吧，反正最后一定又是被一起去的朋友抢先一步结了婚，然后被丢红包炸弹。哦，妮妮，上面竟然写着结婚美容在等待着你，是吗？你等着吧，我很快就会来消费的。不知道松美老师是不是来这里做结婚美容？他做结婚美容要做什么？是结婚美容啦，就是决定要结婚的女人想要成为最美丽的新娘，就会来这里做脸的意思。哦，这么说的话，一定是松本老师要结婚了。喂，连那个人都要结婚了吗？是啊，真希望他可以得到幸福。就是啊。老师陶醉地看着新娘子的照片，眼中却没有嫉妒的感觉，看来真的可以确定了。松本老师要结婚了。没错，我都看到了，我看到松本老师去接受结婚美容啊。感觉那像是松本老师一辈子无缘的地方才对吧。小新那个时候也很感动，他还发自内心说真希望松本老师可以得到幸福。哎，小新对不对？其实我是对坐在松本老师前面的漂亮大姐姐说的。还是算了，小心你闭上嘴巴。吉永老师认识松本老师这么久了，最近有没有从他的身上感觉到跟平常不一样的幸福气息呢？啊，松本老师这个人有什么事马上就写在脸上了，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我们应该很快就会察觉。啊，园长先生，最近有没有从松本老师那里听到些什么风声呢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不过或许这种事他还是希望能亲口告诉我们吧。在那之前，大家就先沉住气，好好期待。这样也好。既然这样，我一定要让松本老师自己说出他要结婚的事，我才会甘心。真受不了。可是那会是真的吗？怎么了吗？我想起他之前在朋友婚礼上遇到好事的时候。我知道了，你是说他难得带礼物来的那一次吧？没错，六本木殉情。六本木豆沙包吧？他那个人很难得送东西给我们，所以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，难道说是那个时候碰巧交了一个男朋友，因为开心所以送我们礼物，然后快速发展到结婚这样吗？哎，如果真是那样，那我们就要包红包给他了。就是啊，这个月手头有点紧。我也一样，说起来这都要怪我们的薪水太少了。真对不起。不好意思。你们大家都知道
老师口中问出结婚的事哦。反正最后一定又会泡汤，还是算了吧。不要再找借口了，统统都要来，松本老师。怎么办？如果惹妮妮生气，会很难收拾哎。哎呀，反正你这个人就是任性不听话。为什么推到我身上啊，松本老师？哎呀，我们来做女人之间的谈话吧。女人之间的谈话，那么要开始咯。我跟你说，人家的堂姐才开始出社会工作就找到结婚对象了，最近已经打算要生小宝宝了。所以呢，看来她没有这么简单说溜嘴呀。欢迎这个老师，你最近还顺利吗？什么事情啊？风剑，你扯这个太远了啦。阿呆，你要说出更接近结婚的关键字哦。带来爱情的石头就是这种粉晶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果然很难缠。下一个正南。那个老师，听说我奶奶是在20岁的时候认识我爷爷的，他们每天工作结束之后就会在车站前面碰面。又怎么样？下一个。早些已经找好了，放到孙子里了。结合美容，结合美容。难道你是想说结婚美容吗？你们几个到底要不要认真问呢？既然这样，我就只能采取那一套作战了，就是超真实扮家家酒。又来了，真是麻烦，我看我回教室好了。你们会不会觉得最近住在隔壁的单身 M 版小姐变得很漂亮？M 版小姐？ M 版小姐就是那个幼稚园老师啊，薪水很低却打肿脸充胖子，用分期的方式买名牌的那个 M 版小姐吗？是啊。最特别的是她好像有去美容护肤，那好像还是叫什么的美容，而且结婚美容。没错没错。这么说她真的要结婚了吗？这个我也不清楚哎。虽然 M 版小姐是个美女，不知道会不会结婚？我当然会结婚。总有一天嘛。所以你会结婚咯？我最后当然是会结婚的，这还用得着问吗？哇，松本老师终于决定结婚了，那真是恭喜老师了！不得了哎，这是大新闻！祝国晨腾，媳妇好晨勃。我马上去告诉老师们。松本老师，真是太恭喜你了。真的，我听了都吓一跳哎。真是上天有好生之德。你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没有啦，这个对方几岁？你们在哪认识的？哪里啊？就是新区呢。对方是认真的吗？你是设下什么陷阱抓到他的？是陷阱？对方是人吧？是人啦！就算是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和普通的人普通的结婚嘛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都不会成功的？我差不多该去打扫养鸡小窝了。我也来帮忙。等我一下吗？各位，我们该去踢足球了吧？这也是。也让人家加入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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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